你是最会捡小孩的男人。所以你看我多心肠多好。你看你会有报应吗？当然啦，喜剧一定是这样的，坏人一定要报应，不然呢怎么对社会大众交代？你真的觉得你是坏人？自己会觉得自己的使命很重要，哪怕他的理智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是他会觉得我要完成大我，任何牺牲的小我都是可以接受的，这是我赋予这个角色的那个，要不然很多事我也做不出来。二宝，你要当奔跑少女？你到讨厌，今天不用装爆破吧？要啊，因为爆破是这个动力联系他，售后不理，下一档再来演我女儿啊。那我们这一档其实演职都是很像。对，我看那个他留言就说，哎，感觉安姐比较像玉姬的。好几年后，你带着我们重新重磅登场。后来发现罗家所有的小孩都是玉姬。玉姬好惨。无病呻吟，破皮啦！加油，替身！加油，加油！可以拉跳大力舞。对，好，交给他，就装我身上吧，要不然他擦了衣服我穿，对，不会痛，应该穿得下，我带距离好了，你这样一直说我跟你身高差不多，不是我说这个你那么瘦，开点玩笑，开心一点，那也不会痛，这样不就好了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当吴彦祖的替身。吴彦祖，吴彦祖。每个人都有，我们一起加油。